我看到一个故事，祖父手工制作着第一批零部件，一批将被安装在雷达设备上的特殊零部件，企业由此一点点发展壮大。无限的激情承载着我们的工作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，还有企业全体员工的。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员工，其价值远远超出其所做的工作。我们一直努力为客户设计创意和提供高科技产品。